比如说您在某个艺术团体吧，啊，是，你是北京八宝山曲艺团的演员，我们这团要烧要完，就是你们团有温暖啊，啊，对，我们在炉子边上排练，对吧？你出去慰问演出，每个观众给50块钱，再给5斤鸡蛋，给钱呐？你只要鸡蛋，你这个能供得上，哦，你的演出就没问题，啊，观众就肯定来，哎，观众就能来，嗯，你没有鸡蛋，观众不来了。人喂鸡蛋来的，对啊，所以说八宝山曲艺团不好干，那是满是找鸡蛋去，那是啊，那那个东西就是有鸡蛋就有演出，这好好办，好控制，嗯，啊，你相声大赛，相声大赛行吗？这个评委手里攥着个1等奖，给谁？给张三还给李四？哦，张三有势力，李四有钱，哦，打来打去得了，这给那傻子吧，啊，给傻子了，傻子来个1等奖，哦，他得奖了，哎，评级，嗯。演员评级也是如此，评级行吗？比如说你是一个电影演员，啊，影视的，你们单位评3级，3级演员。啊，我们评演员还是评电影啊？我们这个，啊，你一说就说的这么脏，啊，不是，是评级别吗？你好比你是一个日本的电影公司吧？你瞧这越说越近了，这个电影厂啊，啊，厂要评了，要从4级评3级。啊，要升一级。你们单位领导手里攥着一个3级演员的名额，哦，他就想啊，琢磨这个是给于谦，嗯，还是给苍井空？哎，这俩人谁对我有用？啊，那苍井空有用啊。那就很简单吗？是啊，或者给你也行，给他也行。哦，你这就没有一定之规。那反正他掌握，你唯独这个商演这就很难了。这个不好办吗？你让观众从口袋里真金白银的掏钱，你就不能骗他？当然啊，你说你这站在那儿，俩人说话也不利索，是啊，行，我们给8斤鸡蛋，给12斤鸡蛋，人家有钱，嗯，人自个儿买去了，对，干嘛非得要你的鸡蛋呢？嗯，所以这个不好骗。哎，为什么说管观众叫衣食父母呢？就在这儿，嗯，哦，您的每一张票我们拿回去养家糊口，嗯，给我父母，给我儿女，给我媳妇儿，给他媳妇儿，嗯，然后我媳妇儿用不着你给。给我媳妇儿干嘛呀？就拿着吧，行了。不，什么就拿？你看哪儿啊？就拿着。你要不要打？这个月我就不给了。哎，废话，多咱给了。别求我。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这话怎么解释？我不爱看郭德纲。嗯，正确。哦，行。我不喜欢听德云社，没错，没毛病。天下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和一个演员被所有人都接受。哦，不科学。这对，你花8亿拍个电影，拿10000个奖，我就说不爱看，你也不能打死我，那就是不喜欢吗？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武无第二。哎，艺术类首先说，永远分不出谁是真正的第一。哦，就是你个人认为的那个就是最好，是你不必说服第二个人跟你一样，很难。哦，哎，那么武无第二，嗯，体育类的东西一定是能分出谁第一谁第二，都能分出来吗？咱们俩比赛，从这儿跑到那儿。嗯，哦，我跑了35秒，哦，你跑了7天，哎，我，对吧？我就这水平就别参赛了，我这，那让观众们看，一定是你比我差一点，差一点干嘛？我都轮椅了，我都是啊，啊，所以归拢到最后就是那一句话，嗯，一路玩意儿惊动一路主顾，一路宴席款待一路宾朋，各有各的口味，谁也不必说服谁。嗯，你喜欢就是硬道理。是，说一句粗话，怎么讲？只要我爱，嗯，我管他谁媳妇呢？嗯，这叫什么话呀？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您这就说这个意思。嗯，那么相声怎么能说好呢？哦，其实是2点。哪2点？第一是活着，活着；第二是忍着。怎么那么水的两句话呢？第一，活着怎么讲？4个说相声的对着骂街，嗯，你把那3个人熬死了，你就是艺术家。熬死了，你就是艺术家了。25枪毙一个，31撞死一个，40疯了一个，就剩你连人话都不会说。嗯，你活到90，你就是艺术家。没人抬杠，你看你有话语权吗？啊，是。他天大的能耐，他在盒里头了。哎，对。所以第一一定要活下来。哦，哎，第二忍着。忍着怎么说呀？看看唐僧。唐僧7天路漫漫，嗯，此一去3高数险，对，路过9妖18洞，洞洞闹妖精。是，你只有熬到头你才能上西天。熬到头也没得好啊，我上西天了。我
有一天他让我上他们家去，嗯，上家去关心我，嗯，问疼问暖，老三这个离开老家之后活得怎么样啊，这个要死是怎么着，还有这么问候的，你活得怎么样啊，习惯不习惯呢，嗯，我一想我说于大没这么关心过我啊，嗯，这不是那人啊，你知道吧，哼，说那个老三快过年了给你点衣裳吧，嗯，是不是，我也挺高兴的，哎，大裤衩你拿走吧，我穿去吧，新的、啊，我就给人，那个，啊，哎，内裤那就是裤衩，嗯，毛线内裤啊，这清仓的啊，嗯，钉子裤，好，这玩意儿裤大爷以后打算光屁股出去了，都送人了，貂裤，哎呦，貂钉子裤，行了行了，那，嗯，孩子这个不主要，哎，主要的是还有好东西给你，哦，还有好就应该给好鞭炮，大爷这个鞭炮嗯可了不得，怎么跟集装箱一边的大鞭炮，孩子你就放下吧，过瘾呐，我还真听话，我也是小啊，嗯，他告诉我点着了鸟儿围着鞭炮左转三圈右转三圈，有意想不到的意外，啊，我就成非洲娘们了呀，太意外了，把脸都糊了，这两件事情都是他，要没有他我早火了，借着这个机会我把这段苦水我说出来，嗯，师傅我知道，嗯，您跟他关系好，那是这么多年20多年合作，嗯，刚完事儿，嗯，对不对，关系又这么好，嗯，我跟您说完之后，你们不要这个样子，嗯，我跟您说我希望您能管我，哎，是打我心里边我不想跟他同台演出，再见，哎，等会儿，你别走了，待会儿啊，是完事找我，干嘛？发点钱给大伙儿，干嘛还给钱？嗯，发点钱，听相声给钱，你看人家捧你来嘛，是吧？哦哦，当然不能一样啊，怎么不一样？那么脑袋是一份不成？看您笑的程度吧，我，根据笑来决定。咱们做个小游戏，怎么做？抿着嘴乐，微笑，给50。哦，就这么一抿嘴就50块钱，要是看见牙了给100，那就张嘴了，哈哈哈，小舌头都看见给200，呵，张嘴越大给钱越多。哦，根据笑来决定，前后台都算上，不管您是干什么的，看戏的也罢，记者也罢，后台来串门的朋友都算上啊。我们演员算吗？也行，演员我们也能乐吗？可以啊，就看谁张嘴大给的多，你乐看看。我可能乐，真的假的？那是，来来来，乐一个，挣钱这玩意儿，嗯，我这怎么样？给10000，这里那么多呀，啊，都看见晚饭了。哇，好嘛，炸酱面，什么炸酱面？看见算了，嗯，我这人吃东西太拉乎了，是吧？嗯。啊，花点钱我也认头。您怎么那么有钱呢？对呀，啊，我怎么这么有钱呢？我啊，嗯，我原来也不行。哦，想当初咱们实话实讲，嗯，没有钱，穷。郭德纲就是一穷人。嗯，上午有片瓦，下午有立锥之地。哦，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啊。哦，走到街上，半夜12点，嗯，打旁边蹭，怎么过去一辆屎车？我提鼻子一闻，哎呀，就是香啊！还有食欲呢。啊，你先等等吧。屎车闻着会香，大使馆的车。说清楚，掉起包来啊，打开一瞧，嚯，怎么了？都是钱，嚯，美金，哎呀，欧元，嗯，一袋一袋的，嚯，还有一饭盒，饭盒，打开一看，都是钻石，拿饭盒装钻石。半斤一块儿，哎，我的天哪！平地一声雷，陡然而富，转眼富家翁，捡着钱了。郭德纲有钱了，嗯，这么大块的钻石，嗯，我安个把给人拉玻璃去。哎呀！
我就算有工作了，我。哎，都躺好了，脑袋冲一下，我保您半个小时，一点都不饿啊。哦哦，半个小时，老太太起来，拿点纸。嗯，鼻子流血了。哎呵，血都空下来了。这个咱们坐这儿聊会儿家常多好啊。哪有心事啊？一家大小其乐融融啊。嘿，我很欣慰跟你们聊天啊。还捡好听的说。聊吧。一会儿工夫天就黑了。嗯，我说你看这一天这不就过去了吗？是吧？这就过去了。明天再说明天的。好嘛，睡觉睡觉，都睡觉。嗯，都躺下睡吧。躺下也是个事儿。怎么了？家里没被窝。哟，那干什么呀？就一床被窝。哦，跟口罩那么大。啊，那是被窝吗？给孩子盖肚子吧，省得着凉。省得着凉啊。嗯，那行，孩子睡觉，你们娘俩躺好了。嗯，哎呀，不盖东西怎么办？我说你们等会儿啊。嗯，我想辙去。有什么主意？转身出去。我弄了两筐土进来，嗯，干嘛用啊？我拿铁锹往身上给他们撩，活埋了这两位，留着脑袋。嗨，您再不留脑袋，那就真死了。别动啊，别动啊，嗯，我给你拍平了啊。哎，好嘛，生怕不死是。别翻身啊，别翻身，翻身露出胳膊来容易冻着啊。你说你们俩人多幸福？还幸福？有人埋你们，哼。嗯，谁埋我呀？对了。您怎么办呀？我铺什么盖什么呀？我啊，我想了想，门口找了两块砖来，哦，半头砖，对，搁我这底下枕头。我盖什么呀？是，哎，院里边不加谁有一破水缸，哦，没有底儿，漏的，哎，小水缸，我把它拽进来，搁到炕上，干嘛？我钻到缸里边去啊！这是我那小辈儿，好嘛，盖水缸，睡到半夜两点，嗯，一推门进来个小偷，小偷太惨无人道了。怎么了？他偷我！哎，你琢磨他还有人性吗？是啊，这儿找那儿找，嗯，我赖着被窝看着他，嗯，你找吧，我找这么长时间什么都没找着。哎，是，你能找着啊？找半天没有，他站着骂闲街，嗯，呸，什么缺德人家，嗯啊，什么都没有，这我可不干了。怎么？你可以偷我，你不能侮辱我呀！哇。我的尊严是很要紧的嘛，还有人格，士可杀不可辱。哼，我一伸手把我的枕头抄起来了，那半头砖，啪，啪，呲儿，给贼开了，血就下来了。嗯，哎呦喂，疼死我了。嗯，我说你认便宜吧。啊，得亏是枕头，是要我这被窝过去，你早死了。哎，对，真有病，您得看病去。哦，说您肺炎，因为这耽误了，别赖我。是，这治不了那个病，那得吃药。现如今咱们医学很发达，对，什么病都能治。是是是，不像那些年了。嗯，那会儿肺结核还死人呢。那可不是吗？是不是？没有医学条件，脚气感染死人了。脚气，就说那个年什么病都容易死人，那不好吗？现如今都能治，是吗？没有治不了的病，全行啊。哎，过去不可想象的，现如今都是事实。哦，现在好人的，你说器官移植有了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有了有了。于老师心坏了啊，这人心坏了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心就坏了。这儿一切开吧，啊，切开大夫一看，哎呀呵，怎么都馊了啊，心都馊了，馊了，长一层白毛。嚯，咔绞下来，这怎么办？嗯，找吧，动物园死一狼，把他那个给你缝上，好了，没事了。你好，过两天肺又坏了。嗯，这儿切开一下，哎呀呵，都兴起了。哎呀。绞下来，嗯，找一狗的，给补上，嗯，啊，狼心狗肺啊，这都是我的，啊，都能治吗？就这么治啊？里从里到外，胳膊腿换了都能，都能。什么胳膊腿啊？没问题，能换吗？能喝，你不知道啊？我这没听过。能换，胳膊坏了。嗯，您说。你举个例子吧。啊，您说。这演出散了 啊， 啊，你蹬自行车走，蹬自行车回家 啊， 啊，走走着，前面有一大姑娘。哦，人也骑自行车，是长头发，看后边挺好看。哎，你这个大艺术家，你得看呐，是吧？这跟艺术家有什么关系？这啊，蹬着吧，往前蹬吧，蹬啊！你瞧艺术家这身子，你脸长得跟孟凡贵似的。我，那吓坏了你了。嗯，有鬼啊！哎，好，当鬼了，一捏闸人啪躺这儿了。得，打这边来压道车。哦，啊，这司机啊，没戴眼镜。近视眼，4000多度，没戴眼镜。哇，瞎子吗？这不是？哦，就凭感觉了，就凭感觉了。好嘛，这大轱辘啊，压到车那大轱辘，嗯，从你手腕子这儿啊，压过去了。哟，过去了。哎，啊，开错了。啊，还往回倒啊？开错了吗？啊，退回来，没错啊。哦，好嘛，过去了。不是，咱想好了再开怎么样？啊，嗯。
不对，还是错了啊！对，回去。行了，想好了开吧，来回吧，四万多下啊。得，走了。嗯，你跟这儿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坏了，这叮叮当啷了，这块还连着就不错了啊，连着压得跟板儿似的，特平整啊。哎嘿。